地上都是书，我闻到味道了，好臭哦！在车，太惨了，在车太臭，属于车，在车太惨了。闻到味道了，好臭哦！在车太惨了，在车属于车，太惨了，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好像只有闻到一点点淡淡的味道，所以感觉应该没有，应该不会臭臭的吧？ Nope. 对，那个时候在车上的时候有说很臭，虽然我们没有开任何的窗户，对，但是味道就是直接整个冲进车子里面。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刚好都是在从事跟味道有相关的行业，我先生是咖啡师，他是做就是做烘豆的，然后我是在做有点像是美术教室，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香水，所以我们对味道都还蛮敏锐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觉得还蛮冲突，好像都还没有听到车主的消息，不知道他们的安危怎么样，就是希望都可以平安啦，这样子。哎、欸，我这里好痒哦！喜欢什么奇怪的味道吗？像我就特别喜欢我那，像我从以前就特别喜欢地下室跟汽油的味道。我妈以前小时候带我去加油的时候，我就是狂吸。虽然说那味道对身体不好，像我家柴犬的脚就有一个很迷人的味道。有养过柴犬的一定都懂。好，来闻一下你的臭脚。哇，那你们有迷恋什么怪怪又容易让人上瘾的味道？在底下留言告诉我。